哥哥，啊，你最近敢有甲弟弟关心一下？有啦，顶礼拜有较好伊。啊，最近伊阁做严重个啊，你看有要阁较好伊无？哦，好啊。啊，不是，车来啊，我要来啊。喂。蒋南艺，蒋南艺哦。你在家干嘛？戴口罩。蒋南艺。哦。为什么蒋南艺？我喺中国四九带一个中国朋友当来住，伊叫来搬物件。你迄个上海四九，为什么？哈，然后甲所有中国转来老学生拢赶走去。真的假的？你讲直接赶走？无理无由，全部赶出来，所以你甲伊接转来住。啊，恁娘恁毋是真危险？我袂爽的是，伊无甲咱先讲。哎，伊敢来甲我看呢？别猜你看我要什么？我啊，关心你姐啊。爸妈好？未歹啊，台湾才尼久才几十个尔，足够的呢。是哦，你搁今日病了。啊，你嘴暗敢有够？敢会寄予你？我现在买着啊，但是即摆买袂卫生纸。真的假？啊，你安怎骑脚车？用手洗啊！那有可能？臭啥啦！是你好，没错吧 ？It's not funny. Okay, chill, bro. 好，你们继续。在家特安全，不用戴口罩呗。特安全。差点都给人惊死！笑了笑屁！你那是欠啥要跟我讲哦？我要叫你。喂。我特地买了个礼物送你。哦。谢谢。你看，你看这个成分，它在这里，它是那个，那个。哇。Shit。台湾时间17号中昼为止，全美累积病例已经超过4500例，100人死亡。啊，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是家己报。